剑霸王那神风，他妈还他妈双，刚才双持，我们就不能双持。 然后就掉下来了。 去死啊！妈的，感情东西。 看他拿双枪，我再走去拿。
收到，收到，前进，前进。阿翔。这个。要举一下。我知道，我刚就死在上面。操！我们偷袭。在哪都被狙击啊！好的，这个那堵住了。看，旁边有拿榴弹的，就在门口。真是小，那鬼子啊，根本打不赢那些人啊！有雷射，又有榴弹，他妈什么都有，到底怎么打？哦，干！真的是猛。
这都没了。六号，快去霍顿控制装置那里，我们一起降落。哎，很多事问。上校，炸药桶已登机。收到，六号，带着你的火线小组前往剑桥，轻装军舰跟超级战舰的燃料补给必须手动启动。遵命。五号，看好炸弹，别让任何人靠近。遵命。中尉，听得到吗？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你行动要快，知道吗？干什么？很高级的。根本一面倒哎、欸，我是种族。这。停火！停火！前方火力，火焰龙在冒火，该死，他撑不住了。我靠哟！现在你们没有掩护了，快让那艘轻装军舰移动，然后赶快离开。差了，太前面了。
我个屁呀、啊！好吧，我个屁呀、啊！我又毁了，没办法，操！你不能派更多超级战士来吗？操妈，关键是蒙顿。我干，他拿榴弹，我死了。有没有隐形装置之类的吗？靠，没有。还有能量剑的，我好像中了。没，没有，这已经没有人了。看着他。天哪！可以啊，暗杀 X 风，快走！我身上剑，快杀了他！妈，你们死定了！干！干！我看你这边炸弹嘞！那榴弹枪，操！我冲过去。妈的，都不用装填，都不用子弹限制的，比超级战赛超级耶，那是什么神风干？干！妈的！快中位，那最好一把。帅一下结束。哦，不对，我妈要回去，麻烦死了，连医疗包都没有。没有刀也行啦，干，那直接绕跑啊！
那神父他脑肿了吧？回来啊！妈，就不要让我看到你！干！最好是啊，他直接把我烤死哎！那他们拿剑干嘛、啊？我根本是虫子啊，根本不是超级战士吧？太鬼扯了吧那些！真是小、啊。哎，东东，完了。最好是啊，最好是是，妈的，这两个人一起，我们团结一心。他敲的都比剑还痛哎、欸，那他们拿剑干嘛啦？这模式真的胡乱的，操！对，他们是没有看到我们啊。刚刚在打那个。我干，你干嘛转头啦？干！操你破马！你总算来了，已经正在前方。总算来，我们都不知道杀几只神风了。天哪！但谁啊？一直在射。我看你一直在打那个。一进去之后，你按攻击键，它就直接冲过去。那是能量剑的特点之一。你又有第二十滴了。太好了后面好灵活哦，神风看看护盾神法更看不到他，我上去了，
靠！又是拿枪直接敲死我、欸！哎呀！我真的觉得他们剑只是装饰品，只有我们需要拿剑而已。叫声小了，妈的！还有三发，只有你需要跑啊！我没有上去，两发都打中头层，杀死一个神风了。哦，打中了！保持下去！他妈，你一直在下面纳凉啊！一直保持下去，干叫他拿重机枪了，什么屁也不做。干对面超级，我是觉得对面的神风就像人族的超级战士了。听到有人的声音，不知道想偷袭。干还双刀，操！不对，他拿双枪。对面超级战士这么多，那我们就只有这几只。他们还可以双持哎、欸，我们他妈根本不能双持。我就等你，干！哎，老大！妈在我面前开盾。干刀没有能量，你刚刚什么都没杀，看，他叫谁去死啊？我刚刚都没有在做事啊，他叫我们去死吧，看。这艘船舰的燃料补给路线正渐渐接近西蒙的超级战舰，还有76秒到达终点。该死，看来只好这样了。有好消息和坏消息，这架飞机遭到攻击，推进器的平衡器毁了，也就是说唯一能脱离这堆残渣的方法就是重力。那好消息呢？这就是好消息。以目前的速度，53秒就到终点。太好了。坏消息就是计时器坏了，我得手动引爆。这样是有去无回啊。反正也是迟早的事。快走吧，六号，下面那些人还需要你。挺好。对啊，我们最不需要你，一直带我，现在旁边看戏。现在是我回报的时候了，就交给我吧。就像他们问好。他可以把重机枪给我们，他知道吗？告诉他们别让我的牺牲白费。拜拜。因为他一直忘记他是谁，然后到最后他自己牺牲自己。没有，他没有忘他是谁啦。他当时跟那个平民这样子，是因为就是他们当时这样讲，是因为好。但是他当时队友跟他说，他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是谁，主要是因为他跟平民之间互动，并不是以超级战士的身份。反正是他的队友觉得他太温和了，所以他所以才这样呛他，所以他才不爽。接测到掉星空间裂口。御马中继站控制中心，
在轨道防御网侦测到了。对，我们也发现到有异常。你侦测到吗？请说清楚特征。对，你要看到他们自杀了。根本都是屁呀、啊！刚刚做的事情。我们一个人换一艘。啊，他们那么多艘，每个神风都是超级战士啊！我们就这几个人而已。